早就听闻袁帆对他的工作人员特别好，今天又让我见识到了。黄小鱼不是我的工作人员，他是我的家人。哇，家人？什么家人？哪种家人？就是那种住在家里的家人，还是那种家人？那种家人？那种家人？哎，袁帆，我们马上在这部戏也要成为家人了，我们庆祝一下吧。来吧，来，我们交杯吧。啊？什么？哎，我看啊，咱们今天酒也别喝了。你们今天训练都那么辛苦，不适合喝酒。那是啊，这次咱们武术训练比上次咱们累多了。哎，也是，袁帆和我每天训练都很用功，累得腰都快断了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？断不了啊。我这是夸张的修辞，能别查我吗？袁帆，你说是吧？我觉得呀，论累的话，还是助教更累，对吧，黄小鱼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你们更累，你们更累。来吧来吧，黄老师，来来来，别客气。今天要不是你啊，他怎么赢得过我呢？我打不过你啊，富托。怎么着，比试一下？试试就试试，来啊，来啊，来来来，谁怕谁来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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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咱们吃饭了行吗？啊，这菜都凉了，来来来，快吃吧。袁帆，我们的剑法吴芝老师说更新了一版，可以让我们在里面融入更多的感情，看上去更有 CP 感，咱俩明天练一下吧。你们现在这个拍戏啊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了。什么在剑法里融入情感？哎，那到底是跟敌人打架呢，还是以打架的名义谈恋爱啊？你懂什么？要是照着现实生活中那种拼尽全力的去打，一点美感都没有，谁要看啊？男女主角就是要时时刻刻保持强烈的 CP 感，这样才能吸引观众。我觉得呀，我们把握好人物在剧中的情感就好了，至于戏外的 CP 感呢，没那么重要。开动吧，来吃饭吃饭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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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小伙靠捧，大伙靠命。我劝你啊，别整天拉着袁帆炒 CP， 没用。我怎么做，跟你这个医生有关系吗？是没什么关系，我只是觉得吧，你明明那么有实力，人又长得漂亮，自信点吧。有了他的帮助，我们便能得到袁帆，重启聚魂阵。哟，戴总这么大方呢，那可真是谢谢戴总了。帆帆，还不快谢谢戴总？那就谢谢戴总了，以后的合作还请多多指教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伯爷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嗯，在你们那个世界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有个男子亲了你之后却没有任何的表示，那这叫什么？渣男。你们那个世界也有这个词吗？我们的世界难道不是你们的世界创造出来的游戏吗？也是哦。
袁帆